是没有想过这样。吃手指的戏，嚼得还蛮香的，可以分享一下那时候在拍的时候。对啊，那个手指是道具，但它是细胶。嗯，那时候我就想着它就是好吃的猪，就是把它吃。对，那当拍完的时候，我跟导演讲是因为后悔，应该是要当场把它吞下去，我觉得应该会更好玩。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很衰，就是想要吐，还有不小心吐进去这样。可是味道不会很重。那时候在拍的时候是蛮重，整个嘴巴都会有那个血浆啊，跟塑胶味。龙哥在戏中妆了化很久，僵尸对不对？对，差不多三个钟头吧。化三个钟头。因为他有那个特殊的化妆的那个妆容。最好戴隐形眼镜。然后戴那个最后才戴那个眼镜拍，坐在那边都不能动，在现场。那你要尿尿干嘛开？不赖不赖。对对对，非常重，但你知道，你可以看到东西，到不能看到，连东西都看不到的时候，很新鲜，都会觉得很不习惯，很不习惯要干嘛？不习惯要抽一口。不同的表演方式，导演长也啰嗦。